干啥？你好，我是罗有志的主治医生。医生？刘有志他怎么了？他心肌炎在我们那住院了，情况一直没有好转，我就想是不是跟他的工作环境有关。这跟我们这没关系，赶紧走。您稍等一下，他病情恶化了，可能会有危险，我就是进来看一下，不会耽误你们太久。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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